事业有成的绅士居所，除了磅礴大气的风格、金碧辉煌的印象，该如何一洗旧有思想，赋予尚格绅士崭新语汇，并注入新古典风格的气质，烘托出绅士品格的奢华尊贵？善于营造空间氛围的艾登，将运用海洋意象来诠释专属男性的魅力居宅。 当初呢，在做这个空间，我觉得最难的是说服客户不要电视墙，因为它有很棒的采光，它也有很棒的景色。那所以我们选择用投影布幕，所以进来这个家里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会让人产生互动的空间，而不是全部的焦点跟中心点是用一个电视墙去切开了它的对称性。透过了我们这个设计，你会发现。 人与人之间坐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都可以产生一个眼神的对应，然后跟互动。那这个才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部分。一个家它是要互动的，不是跟电视互动。所以对这个设计我最满意，也最难克服的就是不要有电视墙。我们希望这个空间一回到家里是让人有沉稳安静的力量，所以我们选用了蓝色的绒布作为它的基调。 然后，即使是你看起来像灰色的沙发，它其实里面也有蓝的纱线存在在里面。这也是我们做家具布艺整合一个很大的原则。通常我们都会选择一个主要的颜色，然后再选用一些带有颜色隐藏在里面的中性色调，作为空间的视觉最大的亮体，你就不会觉得它的彩度太高，给你形成一个精神的压迫感。它还是跟你所选择的这个主要的颜色，比如说蓝色啊、橘色，像这样子比较鲜艳的。 颜色是协调的，最主要是我们在做对色的时候，它的纱线里面其实也隐藏了一些这样的颜色交织在里面。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它使用的家具也会是男生会比较喜欢的材质，比如说钢烤的木皮、不锈钢、金属的饰边家具。我认为它这个空间是比较中性的。 透过海洋意象的颜色与香氛，转换工作时的紧张氛围，回到家就可感到无比的舒适宁静。无电视墙的设计也改变了视线的焦点，让生活有了更多呼吸的空间。而在开放式的餐厅中，又是如何铺陈绅士品味呢？ 在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外厨房的部分呢，比较不像是有烹饪效果的，它只需要的是说，它要怎么样在上面做醒酒的动作，它要怎么样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打果汁啊，做一些基本上的调配。为了要跟旁边的餐桌形成一个比较宽敞的延伸的设计，所以我们把插座放在中岛的台面底下，然后按一个按钮，它其实就会伸出来。这也是很多男生喜欢的科技感。 在很多时候，透过电影你会发现，能够拥有大家秘密的是谁 ？Bartender。所以呢，在一个中岛的台面，把它做高一点，有吧台的座椅的设计，然后跟开酒的主人之间的互动，你会发现它就像 Bartender 一样，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敞开心房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岛跟餐桌的设计，我们选择了比较高的高度，然后跟餐桌做一个脱开。 也就是说，在餐前或者是平常朋友来的时候，它可以形成一个像小酒吧的区域。你会觉得里面的人的互动，就像你在电影里面看的，微醺之中，大家可以聊着心事，在碰杯之间可以有更深的情感的交流。那我想，这个是我做这个中岛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 开放式的中岛设计是主人与亲友情感交流的空间，科技新潮的智能设计则展现主人的时尚利落品味。接下来，艾登又会如何独家打造绅士专属的私领域风格呢？格局双开门的设计是我们一向很爱用的格局，我们不可能去打掉所有建商附的隔间，因为这样子其实也很不环保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要破长廊的设计，就是在书房或者是客房的设计是用一个对开门，然后让它的中间呢可以跟外面走道连在一起，无形之中你的走道。 其实会变得更宽敞，因为它已经跟一间房间其实是相连在一起的。那另外一个要特别强调是主卧室的部分，我们在背墙的设计，这一次用了玻璃、金属，还有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展现主人个性的布艺，然后让它整合，让一个比较小的主卧室的空间可以看起来它轴线是拉长的，因为他们还是要把40几平的空间隔成4房嘛，所以在主空间。变得比较大气，其实是可以透过比较复杂，不是贴壁纸，而是用一些金属去做横向拉长的设计，让空间感觉变大。那当然，在颜色的整合上，还是以中性色调为主，跟外面宝蓝色，然后还有灰色做一个相互映衬。 这几年的趋势，男生们也开始重视自己的穿着打扮，也开始重视自己的家里风格的呈现。所以来找我的人，就是会从女性的比例，然后渐渐变成男生跟女生是1比1。这个代表就是我们大家在追逐梦想的同时，不是只是放在金钱上面，不是只是放在外面要去哪里度假，要去哪里玩，要去哪里吃饭，而是我们在这个家里面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。 跟谁在这里产生什么样的互动？我认为大家已经从一个往外追求，然后进而往内。我觉得我们的客户基本上在自己的专业都有非常迷人的一面，因为他们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如此的执着，才有达到自己梦想的一天，拥有自己的房子，请一位设计师去创造他梦想中的家。我们的责任其实就是把他渴望的东西，透过我们的专业把它呈现出来。我们对于陈设的知识的积累，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千千万万种的材质里面，去他挑选出对他来讲质感最好的。 那这是我们的专业，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陈设风格的案子，是由业主他本身对生活的执着，再加上设计师他对于他自己专业的积累，然后相互碰撞出有 style 的空间。生活总是围绕着美学艺术，私宅更是展现个人魅力的殿堂。型男总是对品味生活有无限渴望。 拥有男性魅力的绅士品格宅邸，将是男人追求极致美学的最终实现。想看更多江心怡设计师的精彩设计，请上网搜寻“设计家”。